大家好，我是佩佩。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想要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，尤其是听说的能力。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和方法。第一个，不要害怕犯错误，多用中文跟你的朋友、同学还有老师聊天交流。第二个，不要只学语法，虽然语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，但是你也需要关注其他的方面。第三个，当你在学习新的词汇的时候，不要单独的学习，一定要在一个句子或者在一个语境当中去学习。第四个，多听多听多听，听得越多，你对中文的感觉就会越好。但是注意，我在这里说的多听，不是去听课本里的录音，而是去听像电视剧、电影里面这样比较自然的对话。第五个，大声地读出来，你要去听一听你自己说中文的样子，你可以去模仿电影、电视剧里的对话。好啦，这就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小建议，祝你们的中文越来越好，加油！